我要特别谢谢北艺大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懒惰写歌的创作人，如果不是他们的话，我不会写出《岛屿天光》这首歌。然后另外还要谢谢北艺大，因为今天的集会其实算是蛮临时的，那我们的鼓手他今天去日本家庭旅游，临时也是从北艺大调来一位校友啊，先知玛丽的鼓手金昌来帮我们完成这场演出。其实我还是想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过去会站在这边，我们现在此刻站在这边，还有未来只要需要我们，我们都会站在这边。我心中的台湾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，住着善良开朗的人。大联盟的圣头王来自台湾，李安来自台湾，还有更多更多令我们骄傲的人来自台湾。台湾应该是很美好的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的政府却一再用欺瞒、用恐惧、用威胁，甚至用暴力来压迫我们。现在眼前的台湾是个自卑的国家，是个没有自信的国家，是一个没有掌声的国家，不是这样吗？其实今天号召大家站出来的并不是学运的组织，也不是任何政党，而是坐在里面的马英九。我们不要活在这样没有希望的地方，我们不要活在这样子处处都是威胁和恐惧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坚强，变得更勇敢，直到我们的能力足够保护这个地方，直到我们的能力足够改变眼前的这一切。谢谢大家。不要再问我们要闹到什么时候了，站出来跟我们一起吧。等到天真的亮了，就是我们回家的时候。岛屿天光。
Sometimes I wonder why， 因为阮知影，无惊过寒冬，袂有花开的一天。天是真湛蓝。已经是更加勇敢的人，天色渐渐黑，咱就大声来唱着歌，一直到希望的光线照着多数未知的人。天色渐渐黑，咱就大声来唱着歌，一头一爬上山，就会使转去啊！天色渐渐黑，咱就大声来唱着歌，一直到希望的光线照着多少未知的人。天色渐渐黑，咱就大声来唱着歌。一走一爬上山，就会使回去啊！明早是彼一天，勇敢的台湾人。希望在我们所有人民的努力之下，我们可以好好守护这块我们共同珍爱的土地。